哋Google Ants 喺香港嘅努力，亦都俾廣大嘅市民認同，我哋係好開心嘅。我哋亦都希望從此攞呢個獎之後，只不過係一個起點，我哋會更加繼續努力為香港嘅市民服務咯。而家望翻佢好似好簡單，其實當日去睇咧，全部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難關嚟嘅。我嘅成功之道係我冇放棄啦，冇乜其他噶啦。我相信我唔係特別聰明嘅一個人啦。當所有人都話唔得嘅時候，其實係用你自己對手證明俾人睇得唔得嘅。如果你聽人講嘅話，就乜都唔使做嘅。今次我哋獲獎呢個研究項目咧，其實就係我哋。做了超過20年嘅，咁先至成功咧，係發展出呢個血漿嘅 DNA 測試技術，亦都有做一啲初創公司，即希望可以將呢個信息咧係帶俾我哋年青一代，即知道其實香港嘅科技咧係可以咧面向世界舞台嘅，闖出香港，闖出香港，天際飛翔，天際飛翔。